下列有关糖类化合物的叙述，哪些正确？A 选项，平常我们食用的红糖、白砂糖主要成分都是蔗糖，A 选项正确。B 选项，纤维素经过水解之后可以产生葡萄糖，而葡萄糖透过发酵作用就可以用来制造酒精，因此 B 选项的描述也是正确。C 选项，糖类化合物当中的淀粉。 可以和碘分子形成蓝紫色的错误，因此淀粉可以利用碘酒检验。C 选项的描述也是正确。D 选项，蔗糖属于双糖，这句话没有问题，但经过水解之后可以得到一分子的葡萄糖和一分子的果糖，所以 D 选项错误。E 选项，糖类物质属于碳水化合物，这句话的描述同样没有问题。 但是化学成分的通式则可写成 CmH2O 括弧 n，所以一选项错误，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、B、C。不知道同学你答对了吗？